者。至于我们的入会方案呢，我们的会员 VIP 方案呢，请看我们的简章，还有我们乐活金门的网络电视台有相关报道哦。特别报道，特别报道哦。重来一次，边走边讲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至于入会我们这个陶然居会员的这个相关的方案呢，请参考我们的入会简章，还有我们乐活金门网络电视台的专门报道哦。再次，再次，好，要，你走到大概这个位置就不要再走了。好，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至于我们入会陶然居民宿的这个会员专案呢，请看我们的相关报道，还有我们乐活民宿网络，请看我们的简章，还有乐活金门网络电视台的特别报道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至于有关于陶然居的 VIP 会员，可看我们的简章，还有乐活金门网络电视台的特别报道哦。Action！ 至于我们乐活陶然居民宿的 VIP 会员，请参考我们。有关我们陶然居的 VIP 方案，可看我们的简章，还有乐活金门网络电视台的特别报道哦。赶快，就热啊，要进去去，要进来去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至于陶然居民宿的 VIP 会员呢，请参考我们的简章，还有我们乐活金门网络电视台的专门报道哦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嗨，看到没有？想成为我们陶然居民宿的 VIP 吗？想享受 VIP 的优惠呢，有好几种。比如说啦，你如果是我们的 VIP 会员呢，我们会送你积点的分数哦。累积到一定的分数呢，我们会有送你明信片啦，或者送你摩托车一日游啦，或者是送你住宿打对折啦，或者是免费住宿啦，有很多种的方式，所以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。嗯，当然会员可以有打工代宿的这个方案。当然啦，会员也可以参加我们打工换宿的方案哦。所以来到金门，如果你想体验当一日的民宿主人，欢迎来加入我们，加入我们陶然居的会员。那对，那个地方再讲一次。当然啦，如果你已经成为我们的会员了呢，还可以参加我们打工换宿的这个优惠方案哦，让你成为一日民宿主人的，让你成为陶然居一日民宿主人的优惠方案哦。来到陶然居民宿呢，你从大门进来之后，右手边就是春的房间，左边就是夏，接着是秋天双人房，冬天的双人房。この部屋はね、名前ハルですね。ベッドは二つ。四人様の部屋ですね。続くはこの部屋は名前ね、夏。夏の部屋もベッドが二つありますね。四人様の部屋です。どうぞ。秋の季節は私は一番好きの季節ですね。ベッド一つ、二人様の部屋ですね。北海道の冬のはどうですか？北海道は大好きですね。この部屋は冬の名前ですね。二人の部屋です。この部屋は VIP ルームですね。
ですね。実際のところにコーヒー飲みましょうか。